構わない、逃げさせろ。身分証を出せ。貴様らに確認する必要があるのか。上司を出せ。仕事を確認しに来たものだ。長官、辻長官は来られたか。将軍、長官が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。先に行ってくれるか。はい。どうぞ。将軍、こちらは我々の弾薬庫です。校長、こちらは辻長官です。視察に来られました。ようこそ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。行くぞ。責任者を連れてきてくれるか。はい。こちらは我々の長官です。視察に来られました。将軍、遅れましてすみません。君が責任者か。はい。ただ怖いだ。怖い。危険物資が倉庫をうろついているという情報が入った。すぐに警備隊を連れてきてこい。はい。出事儿了。よく、起爆しろ。あれ、偶然かります。起爆しろ。起爆しろ。はい。你们明白了吧？放心吧，我会按约定等待你们。希望我们不是最后一次见面。我们会将命百岁的。怎么了，康龙？中に爆発が起きた。止まれ。
ねえ、でも弾薬燃え尽きた。これこれで大日本帝国は死んだ。破壊できる。まだもうちょっとだ。待ってろよ、銃剣。局长，您这次可真是有先见之明啊！梁将军早就安排了。石生菌啊，不是个好东西，怕他们就是一疯子。这是我今天早上得到的报纸，你说这是什么意思？日本人竟然公开给蒋母搞起了功绩。我看过了。冈村宁次空袭重庆的计划流产了，昨天晚上日军的汽油库和弹药库都被炸了，还是日本人协助干的。哦，湘西会战打得挺热闹啊，听说打得不错。哼，委员长让我写了一份郁闷案，说如果战事不利的话，就把首都从重庆迁到西康省康定市。哼哼。看来老蒋还是信心不足啊。应该是有日本人伸出了橄榄枝，我怀疑蒋先生不可能不考虑。延安方面对形势进行了分析，认为必须防备蒋介石与日本人秘密接触，甚至和谈。完全有可能。他怎么能一个人做决定呢？中国人民会答应吗？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的鲜血就这么白流了吗？我怀疑曾光熙去上海跟这事儿有关。梁桐不是也去了上海吗？曾光熙不会跟他说实话的，这是秘密和谈。再说梁桐肯定不会同意的，他是绝对的主战派。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。这是赫尔利和施蒂红的会议纪要，你看看。美国政府给我的具体任务是防止中华民国政府崩溃，支持蒋介石先生现有地位，为击败日本统一中国境内的军事力量。赫尔利的任务，美国的原则。孟翔，你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？就是和谈一旦失败后怎么办？蒋介石会接受雅尔塔协议的安排。说得对，他一定会承认这个协议安排的。他会受制于美英苏三国，牺牲国家的利益，牺牲民族的利益。如果我党掌握了东北，会有一定的话语权。你说得对，咱们不能看人家的脸色。都要靠自己，所以一旦进军东北，要尽可能的多用东北籍的干部队伍，他们有天然的优势，尤其是东北军加入到共产党队伍的同志们，用东北话讲，那是说话都透着劲呢。好，说的对呀，啊，一边是翘首以待，一边是归心似箭，哎。你这个建议提得不错，我要尽快报告给延安。冈村宁次的空袭重庆计划流产了，梁桐能够想象出他气得发抖的样子。冈村宁次是一个死硬的主战派，他是不会放过破坏空袭计划的，利用日本人之间的矛盾阻止和谈的进度。梁桐不知道自己的出击会不会起到效果，他期待着组织的出现，尽快将隐秘和谈的事情传递出去。去，班长，怎么样？周福海办公室的钥匙我拿到了，是有一部红色的电话记录。没错，
周华今天上午出去了，这个时机非常好。曾局长呢？曾局长也出去了，我们上午休息。走。接岗村宁次司令官。岡村です。岡村内次司令官。私は州市長の秘書です。重要な報告がございます。本部が掴んだ情報によると、昨晩日本軍のガソリンと弾薬貯蔵庫が爆破されました。辻スタノム将軍の仕業で、目的は不明です。証拠はあるんですか？証拠はいち早くお送りします。すぐに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。白大人，谁会去送证据呢？没有人，也不需要。人员和设备都是我精挑细选的，提供的技术绝对不会有问题。谢谢。我们的核弹将会对中立两国以后几十年形成深刻的影响。石正信君，您才是高瞻远瞩，凭借一己之力就力挽狂澜。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啊。我也等你的好消息。好吧。